公公買呢部手機係咪有折價？嗰部晨早賣曬㗎啦，呢部啦係貴些少，但好好多。係咪唔買啊？可以試下㗎，都嚟睇睇先啦。再睇唔買冇幫襯，咪死自己走。政府決意打擊呢啲欺騙同威嚇消費者嘅不良手法，現發表諮詢文件，以加強保障消費權益。請喺10月31日或之前提出意見。